程式云端上也有放啊，所以怕大家如果写有问题的话，其实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云端上面的哈，云端应该还记得在哪里吧？我们应该什么？gg 点 gg 嘛哈，那个 PPT to 什么 PPT to Excel 嘛，OK，就是这输入上去之后的话，记得就是到那个我们的。这个第二个单元啊，Excel 部分，我是把它放在之后的地方，所以你打开来，其实就在这上面而已。OK 哈，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呢？因为上面的数量好像很少，15个，我们这一班有50几位同学，所以看起来好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连到啊，是不是有同学找不到啊？OK 哈，好，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，反正上面都有，你只要照着做啊，我想应该没有做不出来的道理啊，而且程式真的也不多，OK，就这些动作而已。但是这些效果啊，真的，如果以一般实际上用到的话，是真的非常的实用，OK 啊，你可以拿这个做很多的变化出来。所以各位想想看哈，那个你要做察觉系统的话，你有没有哪些可以？你想要查哦，那当然呢，如果你觉得乐此不疲。当然，有些同学会有兴趣。假设吧，你觉得查一个不过瘾，你如果想要查2个、查3个都没关系。好，如果你多交的话，我当然不会给你多扣分，当然相对会给你多加一些分数。好，如果你用你期末的成绩是可以再多一点分数的话，我刚刚讲过了基本的话一个，如果你有2个、3个也不太多了，丢一堆东西给我可以，你就反正有做，而且尽量是。做的内容算不错的你觉得可以，而且像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有关文学类的试词曲的东西，我觉得比较有一点亮点的可能就不一定只是跟这个完全一样，或者是可以跟你现在学习课程内容有关的那算更好了另外的话，你的心得，OK，心得部分的话，也不要真的只有写500个字，500个字感觉太低估各位了。是不是？因为之前我听那个谁吴念真吧，他讲说，他那时候退伍的时候，他说一个月的薪水是300块，然后他就因为投稿了之后他投稿到什么联合报他是他投稿，然后被刊登出来的费用是650块，也因为这样关系开启了他斜杠人生。斜杠人是我自己加的，他没讲，他可能不太清楚什么叫斜杠。其实因为你看他一个月才300块，可是他写一篇文章，短篇的小说，好像他是多少钱？5000个字还6000个字左右，对吧？他就可以赚650，他等于2倍多的薪水，当然他会乐此不疲嘛。所以你们可以想想看，因为未来你们如果说想要在你的收入上面能够增加的话那你。物质生活上面的相对得到满足的话，可能还要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斜杠的方式。OK，那当然你可能要多一些这个相对应的技能。OK，那这也是一个方向我觉得那最后的话呢刚刚讲的东西上面都有，包含就是说怎么样不变形，怎么样做文字筛选这些相关的按钮对应的程式在这边也有，繁转简格式化我只有做题名部分。那当然，就除了题名之外，其他还有像其他栏位，我想自己在你们自己在加吧，像作者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。比如说，我想要把什么格式化题名改成格式化作者的话，那其实方法也雷同啦。你直接怎么样？很多东西其实看起来程式很多，但都很多都是相似的。你可以把格式化什么格式化题名改成格式化什么格式化作者。那改的部分的话呢，基本上就也是雷同，那也是这样的嘛，请输入那个作者的关键字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查的部分的话，第一个我们要查，本来是要查的是第二栏，那现在作者在第三栏，那底色的话要改成黄色啊，所以这样就改完了，基本上只有改几个字而已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如果要找那个作者姓刘的，好的，OK，好，然后比如说姓刘的作者，帮我把他底色换一下，让我看清楚一点点。有没有发现姓刘的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同样的方式啦，当然你也可以用在其他，我最好看看能不能你用一些经典，诗词曲之外，或者是文学作品，
那当然，你文学作品可能要把它一个怎么样一段或者是一句哈，就可能要做一个储存格做切割啊，这个可能要稍微动一点脑筋吧哈，清除的部分把它清除掉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OK，那当然哦，最后的话这个部分也是一样把它存档哦，所以今天的话你会把它另存新档哦，然后把它存档，也许这个地方哈。记得要启用巨集的活页簿，这个一定要打开。我把它先放桌面上好了。名称的话，也许你们可以把它改一下，叫做"图书查询"之类的哈，"图书查询"。好，OK，好，那储存好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后面还有一点时间哈，请各位也许在我有再准备另外一个题目吧，哈。那这个题目的话，也非常的。经常被用到，像成语。哎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找什么成语，成语的关键字打上去，可不可以帮我把哪一方面的成语找出来？比如说像什么？哎，我希望找什么？像今年是什么？今年是哪一？是什么年？什么？狗年吗？好像是鼠年哦。啊，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找鼠。什么跟成语里面跟老鼠有关的？哎，由于刚好用到的话，那怎么办？这时候你如果有个查询系统的话，哇，那就非常好用了。好，那怎么做呢？也许请各位待会试试看哦。一，请你打开这个档案；二的话呢，请你把它下载。下载的话呢，请你因为我是放成那个 Google 的试算表格式啊，所以你下载的话，请你把它下载成 Excel，就是从我的云端上面。去把这个成语给下载下来，OK 哦，那下载完之后的话呢，打开，接下来的话启用编辑，那试试看哦，第一栏是成语，第二栏是解释，第三栏是例句。哎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找一下，当然这个成语它按照笔画排列的，所以前面都一了啊，我希望呢这个成语里面有关。鼠的部分哦，或者明年牛的部分哦，或者等等十二生肖其实都可以查查看哈，哎，到底有多就是有哪一些是跟这个鼠有关的成语，帮我找出来，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。